现在是半夜2:16，16分钟，很好笑。Morning from yesterday. Hello. Oh no. Hi,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所以今天呢，我现在要去 Dior 拿衣服，然后去拍一组照片，然后就吃晚餐，然后就回来了。所以最近呢都很忙，然后暂时是还没有出国，就可能去新加坡 for 一个 work trip 呀。所以放假就在马来西亚就一直工作先吧。所以我今天妆呢也是去完化的。所以我其实前两天我去做美白牙齿，我做的是不会很白，就是 doctor 帮我调的，就是他讲不要太白，就这样刚刚好，所以我还蛮满意的。因为我很担心就是我会有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因为就是 sensitive 嘛， like, 很多人跟我讲就是做美白之后就是整个牙齿就真的是很敏感，然后吃东西都很酸那一种。可是说法我做的还蛮好的，因为医生就是有好好的照顾啦，还有跟我讲哦，你要放这一个 gel， 说它会让我的gum没有这样 sensitive。OK guys， 所以我现在出门了， Let's go。 今天就是我点的平气酥，还有pancake。 我现在就是到了这个 Bintasan Saloma， 然后到了这个桥，然后现在就是要走进去，因为刚才就是在等天暗，想要拍有那种天暗的感觉，就希望可以拍到我要的，因为等一下一拍了之后就要立刻发上 Instagram， 所以希望可以赶得到啦。啊 ，so nice。 好了，我现在就是刚才拍完了好几个 scene， 然后现在就是要换衣服继续拍我的 video 的时候。半夜2:16，然后我们在拍第一天的最后一个 scene， 可是我们等下6点了就要继续拍第二天的第一个 scene。 哦哇哦，哈哈耶。好，所以我现在在卡拉，可是为什么我们就是在半夜拍的，因为他早上的时候会有早上的那个阳光进来，所以我们想要拍晚上 view。 可是因为就是晚上他有晚上不一样的感觉呀，所以他晚上会有 customer， 所以我们就讲 OK 啦，我们要美，所以我们就好，我们半夜就来拍。所以没有想到我是真的认真的半夜来拍呀，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等下拍到4点，然后休息一个钟，然后我们继续拍第二个时段，就希望outcome很美啦。Friends in a famous band. Yeah, he's living the dream. But he's just as lost as you and me. All the pretty girls I meet who are dumb rich like the queen. Yeah, they're oh so lost like you and me. A quiet street. 那个袜子，对，还是没有杯子。Hi friend, how are you today? 你干嘛叫什么？哎，你们这样早就来咖啡了？呜呜呜呜。Good morning from yesterday. 这不是我们没有睡到，因为不够时间，所以我们在家拍跑步的心。
don't sleep. While the cops are looking for the wrong guy, I'm just trying to find myself. Oh, a little help. Yeah. 现在是晚上，然后刚刚就是有睡够了。 因为真是很累。Okay, 现在就是准备好了，然后要去 event. This is my outfit. 是我穿的这个 golf， 之前在 LA 买的。Hi friends. 我今天我们正好 TikTok 的。Hi girls. We're having a party. Okay. 咖啡喝完就好了，那我想要烧宵夜就好了。我放三个颜色。Hello，Hello。这个是 Portrait of a Lady， 我之前有 post 过，说这个其实味道真的是很香，but，you know，sometimes like perfume 就是真的是 like based on 你的 own preference， 因为真的太多味道了，然后。 可是你们真的需要 try 这个 ，This is like quite well known this perfume. So I'm here at Terra for 这个 benefit 的 staycation。 我们现在就要上班了，这个班。Hi，Hi， Oh my God， that hat， yes already， cute room， benefit products， 我们有最喜欢的 brow pencil， 然后有这个 mascara， Oh my God， this is so cute， 啊，哇哦。 这是什么 ？Scrunchie。我们现在的就是一个很 casual 的 high tea，然后今晚就是你的。我们有两桌，就这一桌，然后一桌是在那一边。我们最新推出的，看你。今晚就是涂，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颜色。 所以我们今晚的dinner呢，就是这个buffet style 早上就有你在房间呢。窗门。Good morning. I had like really good sleep. 一开门，外面就是我们的 pool 了。然后今天就是一个早上一个 pool party， 然后就走了。我想这个眼镜 from Sunny Studio 之前 MCO 的时候，我是跟你讲，就是我在他们的店买眼镜，因为很好看。 他讲哇，睡醒觉不啦。Okay guys， so 现在呢，我放了一 layer of sunscreen， 有颜色的 sunscreen from Dr. Judd。 So sorry， 我刚睡醒，function不到。Okay， so 昨天呢，我就是用了这个两个，真的是很好用。So today， last night， 他们就给了这个，这个是 highlight。 So 说可能我今天也会用三个 highlight。Okay， 说这个呢是比较浅的，然后 Terra 呢是比较深一点点。说我应该会先放一点点先在脸上。Okay， 然后用 brush， 因为我很喜欢，就是我的 brush 有过我的鼻子，说看起来很summer的感觉。
Oh, oh no. Oh no. 所以这个是我最近很喜欢用的 brow set 的，然后之前我是有用 mascara 来就是 you know make it 好像站着这样那个毛，因为我觉得就是比较 欧美。这个呢只是 gel， 因为 mascara 我每次用是可可色的，就这样刷刷刷刷。所以如果有时候你们觉得，哎，为什么你们的就是眉呀？ 还是不够黑，你们可以用 mascara 来刷。mascara 的话可以用可可色的会比较好，因为如果黑色的话，你一这样刷，然后可能你整个眉前面就变黑。So this is my summer look， 我现在去 touch up 这边，然后先涂个口红。我最近也是很常用这个 Sunny's Face， 用手，然后 make it 有那种 smudge 的感觉。 看起来就是你的嘴巴会很像那种寒风的那种妆，应该看就是，应该是比较没有这样 stiff。这个 tips 都是 from 秀文哦，因为我跟他就是学化妆，所以我的 Coachella 的妆全部都是自己化的。然后这边 you know 不要有那个 lip line， 因为 lip line 看起来就是很成熟。耶， yeah， 好了。 欢迎来到我们第一集的 Kwan Sisters Talk Show， 关你什么事？到了槟城著名的这个咖啡，所以我才刚好get完。我记得 Norm is my dream space 啦，像我姐姐她以前的名字本来是 Jess。 你为什么把我以前